我一点思路都没有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知道了，你开场救我了一把啊，我帮你一把。5、6、8、9，这应该是什么？7，化学的化，就七，化学的化，对，挑战成功。谁成功了？没事，咱们再解一个。那得加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11+13，然后把9倒过来。对。哇，这都行，这个已经超乎我的智商了。好，我投一个。侦探星排行榜发生变化，两个末位剩下3名队员，其他队员随时会有被反超的危险，加速正心吧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拿快一下，找到了。怎么？谢谢。这个怎么玩的，大师？且在这里看表演，然后回答我的问题。好。你们弹性是固体吗？是的。像我们会变小的固体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葱都不见下呀。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物体吗？是的。是葱吗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现在这个附近这个空间里就有，对，有，而每个人都有啊。每个人都有衣服。哎，是的。哦，是的。什么衣服？哎呦，我好像出不来了。哎，卡住了啊！我走你。没事，可以吗？枕头是用衣服做的。对，天冷了要加衣服呀。哦，他梦游了，他用衣服当枕头，但是天冷，他太冷了，他冷了，他要把那个枕头拿过来穿上，所以枕头少了，他就。对了，恭喜你获得3枚。三个。这个东西救我一命！我刚才跟他背对背过去，我刚跟他同框了。距离第一轮核算时间所剩不多。排名末位的3人再不上心，猎人可要对你上心喽。文涛，你帮我投。好，那你继续打。右边有耳，左边没有的部位。口，嘴巴。好。请问演员表演结束后是哪只脚先落的地？3、2，右脚。1，恭喜回答正确，奖励3枚徽章。三个徽章？对的。哥，哎，你看着我，多吃几口，攒几个问题啊。哎，1口、2口、3口、4口，哎呦，5口、6口，行，七个问题，好。哎，别走中间啊。不会是最后一个？我现在完全转向了。现在可不是迷路的时候，马上要开始第一轮结算了，抓紧了。都是阿普。这个文涛是我们这边先猜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俩。我找，恭喜您挑战成功。好，你继续投抱，我走了啊。我们的小白鸡正在收集爱的抱抱，你可以给他一个抱抱吗 ？Let's give it a big hug。不。好，那这一份专属小白鸡的好运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小白鸡，祝你加速成功。人人都爱小白鸡，换来是。歌声动听也不能抵排名，侦探星投入榜中才算数。怎么买啊？第一轮考核结算时间到，排名末位的是4名紫队队员，将迎来猎人的定位抓捕。哇，怎么紫队这么多人被定位抓捕啊？感觉你一会儿就不寂寞了。不过你会来很多朋友。完了，咋了？我们队4个人被定位。啊？完了。啊？滕永州？就是一个都不够呗。我们这边最少的可能都是2个。
就我投了那一个，反倒让四个人被抓。不是我没注意啊，我想着这么多人，因为那个任务很难做，我们两个人半天做了一个任务，我觉得肯定有人是没有拿到金币的，但是我就没注意看那一下，结果现在就成了我投给九州的那一个，导致我们队四个人被抓。哎，我真无语。那我们先跑吧。这是定位抓捕。命运的齿轮终将转动，而我这一次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？好，你好，来，给你一个，打赏你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太无语了。我们美美的被抓捕，是不是？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抓得这么帅的 ，Game over。No。我追着猎人跑一会儿，就 sorry。